在这神圣的殿堂里，人们不知道仇恨，假如是有人堕落，慈爱会拯救他。他得到朋友们的帮助，能走向更美好的地方。他得到朋友们的帮助，能走向更美好的他得到朋友们的帮助，能走向更美好的地方，走向更美好。在这神圣的城堡里，人们都彼此相爱，没有那阴谋诡计，对仇人也宽恕。谁若不能从这里得到欢乐，他将要被人们抛弃。谁若不能从这里得到欢乐，他将要被人们抛弃。谁不能从此得到欢乐，他将要被人们抛弃。